选手代表，我来分别介绍一下五位啊。赵有钱，他据说是他们内部拔河的重量级选手，体型也是杨鹿丸。最后一位是射箭比赛的冠军，他叫林奕涵。掌声送上！你们的小孩不鼓掌，美女也不鼓掌，到底要看啥？那请出我们的超级<笑> Top 8 的选手，来自美国的 Tim，他们要进行两项非常简短的一个互动游戏啊，比比手。来，我们的五个姑娘和 Tim 比一比手啊。Tim 大叔55岁，55岁。耶，其实手没有那么大，但是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劲的力量？55岁。 190，135公斤的体重，耶！来掌声送上。接下来一项呢，到我们的段卓前和。有吗？可以吗 ？Ready Go！ 姑娘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最后来赢啊！他们要把5只手都放在 Tim 的右手上，看看力量如何 ？Ready？ 哈哈哈哈哈！啊耶！就赢了吗？这要开始用真正力量吗？True power, right? Yeah, true power. 下一个来。 这样吧，你们四个，你们五个全试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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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块，每只手都放在他的这个手上，好吧？来来来，有钱来把你手放上 ，Ready Go！ 来，掌声。 Thank you, everyone. Thank you, thank you. 我们也希望啊，这个运动能够在我们的女性这个超吧少女选手代表，我来分别介绍一下五位啊。